蔡徐坤询问刘雨昕是否进步时，谁注意许佳琪说了啥？说到点子上了，最近《青春有你二》这档综艺非常的受欢迎，不光训练生们十分的受大家关注，就连导师蔡徐坤更是大家热议的对象。在这档节目中，蔡徐坤从一名训练生成长为如今的导师，他一路以来的变化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而他此次对训练生的评价也都十分的到位，其中有一位训练生的名字叫做刘雨昕。在他演唱完之后，蔡徐坤询问了他一个问题，问他是否觉得自己有进步。这样的问题让刘雨昕有一些尴尬，人在现场有些不知如何回答。许佳琪听到蔡徐坤的问题，在看刘雨昕的表情之后，他说了四个字，灵魂拷问。很多网友认为许佳琪这话说到点子上了，这个问题对于刘雨昕来说确实是有些比较难回答的，因为他曾经和蔡徐坤还有一段共同的比赛经历，